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配乐抽屉的林明仪。好快哦，明天就是除夕夜了耶，大家有什么安排呢？今天我们水曜日小文库啊，特别在除夕夜的前一天呢，安排了一个节目，就是要来教大家做自由窗花。什么叫做自由窗花呢？我们一般在剪窗花的时候呢，可能都要去网络上下载一些版型下来，然后跟着它剪。譬如说我们要剪大吉大利的吉，我们就必须要去下载这个字型来剪。那其实还有更简便的方法，然后也可以剪出漂亮的窗花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教大家以三个原则来剪出像这样子的窗花哦。教学影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自己去试试看做自由窗花呢？只要区区不到20元的材料费，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富有年节气息的装饰品哦。在此，我也要谢谢各位配乐抽屉的粉丝，在这一年来对我的支持及鼓励。在这边，我要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福大家新春平安愉快，狗年行大运。我们过年后再见喽，拜拜。